浇在这上面的哈，就香难入味。下一个，麻花，你整点菜回家来嘛，都没得烧你的了。你都还早，等会暗点去嘛。天亮黑了还好暗嘛？我暗点去。我几时睡的了，还在耍狗。这我给的。被子都没得。我拿来收头嘛。我说晚上来弄呢，昨天一直在吵吵吵，晚上来嘛还不得弄到太阳，现在太阳都还没下山。拿红烤就可以烧了。你倒安逸啊，就有点啃西瓜。你咋没说去帮我背一下呀？你才背哈儿的嘛！今天晚上我吃个鱼头，要不冰箱里面？那鱼头肉都没得。那个鱼头安逸啊。那你弄去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帕尔多驴大瓜。金枪鱼鱼头你们吃过没？今天我们做一个金枪鱼多加鱼头。再把鱼头一分为二，再准备点姜蒜哈，我们。再来点姜蒜，再把剁椒放进来哈，炒香。浇在这上面的哈，就香难入味。再来长江水，再把这个放上来哈，蒸七七四十九分钟，烧一分钟的话就没有熟。盖上锅盖，蒸四十分钟以后哈。我们拿起来，今天那个剁椒鱼汤的味道不能说太好哈，但是味道真的不是这种强化大补的，不好吃。拜拜。